最难过的是我既没有立场恨他，也没有资格爱他。兜兜转转，没想到又回到这里。你确定要住这儿？这里许久没有人住，连一点烟火气也没有。要不你再考虑考虑，去我烟雨楼吧。烟雨楼要什么有什么，绝不比这差。今天多谢你帮我搬家。我帮你搬了家，总得请我喝口酒吧？是得喝一顿，庆祝我离开牢笼，开始新生活。灵儿，哎，啊，备酒。是。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最胖的人是什么人吗？宰相，宰相肚里能撑船吗？嗯，最快的人呢？曹操，说曹操，曹操到。你又输了。什么都知道。再来，我就不信了。你今日喝的够多了，还是再喝吧。怎么就够多了？别扫兴啊，我那输的都得赢回来。有心事的人是赢不了的。那你知道世上最傻的人是什么人吗？树潮落，当微光才肯，是两次掉进同一个坑里的人。我明明知道潘越已经有郡主了，我也知道我什么都没有，甚至这个名字，这张脸都不是我的。我就应该离坑远远的，却没想到又一次掉进去。这都不是让我最难过的，最难过的是我既没有立场恨他，也没有资格爱他。我甚至都不能告诉他，甚至都不能告诉他，我只是寄居在别人躯壳里的小偷。你说，是不是很傻？傻的又何止你一个？认识你这么久，从没有见你这么伤心过。是潘越那小子不配，我们应该感到庆幸，及时跳出这个大坑，对吧？相思浮沉。